可以收工噶喎，真系唔好意思，今年咧年廿九都开咪，梗系开咪啦，唉，真系2300人，我其实唔系好，唔系一定要讲落去，不过既然有2000几人撑住我个场咧，大家高兴啫，系咪？唉，我都唔计较，因为多少噶啦，正正系如此咧，所以讲多几分钟。就是第三个话题啦，一年回望，咁啊，哇，屌，大家都可能话，屌，回望做乜春啊，爸，使乜你回望啊？我哋知冚家铲啦，今年系，咁你又知我回望咩嘢咧？我原来系想回望下本视频呢一年嘅表现如何，同大家分享下，因为我估即系咁热心嗰啲咧系比较耐嘅，咁都一年前可能已经 join 咗啦。一年前咧，我呢、这个。大家睇下前面我有几多人啊？依家38,300啊，200定300啊，升得好快嘅近来，我好惊，好似呢个月一月系升咗4000人，咁你一月升4000人有咩特别意义啊？咁样吓，咁啊，我记得旧年七月咧，七月系咩事咧？次警跟住咧，开始八月话封关唔俾 KOL 走，咁所以啲 KOL 就。八月前就咩入境条例改咗咁，走鸠晒，系咪？走鸠晒，咁咧嗰片末日气氛咧，其实下半年开始系好紧要。但系呢个末日气氛开始嘅时候咧，正正系我个频道嗰个月系四千，多咗3000定4000人。七月系咁，但系我话你听够，去年一月二号，即系一个月前啊，哦，一个月零一个月前啦。咁我有几多人咧？本视频系16000人嘅啫，当时系几时到20000人咧？应该系4月嘅，咁咧一月咧12,000、16,700咁啦，应该多1000零啦。咁而家系几多咧？38,000，咁即系多咗一倍。呢年里面我升咗一倍，咁你话我回望起上嚟，我咪咪咪嘴笑，系咪开披床添？我仲系咪咁？跟住我仲做直播添，屌佢啦声，由老即系古古老老。拍条片相咁样，一时早一时晏咁样，日日喺度啊，开咗手机拍片，然后相咁样。后尾突然间发觉，喺十月嗰阵，突然间到我去到30,000嘅时候，突然间一五个星期，唔系一个头嗰星期5日有4日黄标我叹，系俾咁大嘅心理压力我，所以我就即刻开直播啊咁样。即系点讲咧？我又唔系讲我叻啊！我面对呢啲咁咧，屌你真系唔知点喎！喂，你阿伯你好收工啊！我哋同邓炳强 friend 啊，可能 YouTube 个本地嗰个维士啊，佢成日俾压力我哋啊，咁样啊，共产党咁大生意，我冇嚟顾住你一个伯噶，你收工算啦咁。咁你其他 KOL 都有呢个现象啊嘛，即系黄标好劲，好 bling bling， 咁个个又唔知点咁啦，又温又吞啦。咁我咪公开晒佢咯，屌你呢日又黄标我啦，今日又黄标，我日日屌鸠佢。屌屌下佢好似少咗喎，咁近来都仲有喎，好似条气唔顺咁，系都有啲黄标啊，但系咁但系相对嘅比例低咗好多，系低咗好多。咁啊，我开咗 Patreon 之后，亦都叫做有啲 comfort 啦吓，保唔到嘅，因为嗰度太大，但系唔紧要，呢个绝对唔紧要。咁你感觉到我有冇因此而就住啊收工啊咁样，一样咁捻多粗口，系咪？啊，听日如果你听我文告咧，有样嘢唔好介意。新年文告竟然我而家照样噏粗口，咁我真系呢啲冇得救啊！我啲死症。好啦，咁咧，唔系 sorry， 唔好咒自己啊！即系唔系即系个，即系你做网上嘅片，你唔需要再拘泥于一啲小问题啊嘛。因为广东粗口有时其实唔系好，即系唔系好怪嘅嘢，因为好多受过好多教，私下都要照讲。因为其实唔系一种好大嘅罪恶嚟噶嘛，太多就唔好嘅。咁我你见啦，如果嗰轮心情靓啲啊，咁系少啲噶嘛，啲嘢谷气啊，梗系屌柒人噶啦，咁所以粗口就多啲，咁呢个都系反映个时势啫。咁啊，咁一年嚟，咁我咪好开心咯。咁嗱，半杯水主义啊嘛，系咪？半杯水主义啊嘛，有嘢唔开心就成个局，包括我好多朋友丑晒，系咪？咁同埋你有个心理阴影啊嘛，喂，下次会唔会轮到你啊？咁有好多人好鍾意话啊，你到你㗎啦，到你㗎啦，到你㗎啦，咁样到你㗎啦，咁我数下
国安法一年，而家年半咯，一七个月咯，等多五个月，国安法两年咯。我个目标咧可以细啲，我撑到两年嘅，两年又唔会收得工嘅，未冇冇乜客观条件我收工啦，除非病咗啫，咁啊撑够三年，咁可以读书啦，系咪啊？阿伯，你啲冇疫情咯，英国去得咯，系去得，咁我都要安排其他嘢嘅，嚟港啊，诸如此类，冇唔使咁急。啊！停噶咯，要停个视频噶咯，啊！你笑住停，停一阵系咪？定系喊住啦？啊！俾人逼爱啊，唔得啦！我心安处啊，我逼住停咗佢啦。唉、哎，下架啲片啊，多谢你批存咗咁耐，收咗咁耐会费，你听日冇得睇啦啲片，你快啲 download 啦！你唔可以咁噶嘛，做人系咪先？好啦，咁你话屌咁卵牙刷，迟早轮到你。咁我挨下挨下，插婆落台咯。半年前，都人好警告我噶，喂你夹到啊，小超小强人哋，屌我捻少嘅人力权又大。咁佢当时真系好巴闭。嗱呢半年里面都好捻巴闭，又搞苹果啦，六月到啊嘛，搞苹果，跟住十一月就搞呢、這个，中间系搞呢啲，七八月系搞民阵啦，搞支联会啦，跟住搞够晒所有工会啦。现家搞嗰个画工，人哋画工仔都搞人哋啦，拉咗添啦，拉咗啦，系、哎、即系等紧审啊，国安法告啲细路啦，告唐英杰啦，告入啦，到十一定十二月啦，而家好似系十一月嘅事系嘛，即系立场新闻都挂咗啦，搞到尽晒啦，咁又如何咧？咁我想问你，咁又如何咧？咁我仲讲紧要咁当然啦，我就戆鸠鸠啫，我你当戆鸠鸠啦。咁佢话，咁你会话明年你就瓜噶啦，契弟，明年至算啦。我又挨过咗呢个兔年啦，过多几个钟头，我起码今年仲 OK 啊嘛，出年至算啦。我起码过咗中新春啊嘛，拉我都，所以做人永远唔好系生于乱世。总之你就尽咗自己责任，或者我有明日屌染咗瓜，还是瓜咗咧，一回事。咁我咪好蚀底。喊一轮，避一轮，走咗去外国，跟住染翻嚟时乖咗。我不如喺度同佢拼过，系咪？好啦，唔系想讲呢啲嘢，又讲呢啲嘢，讲到自己好似好勇敢啊！即系今年咧系唔高兴，但系咧永远大家又谂啊，即系大家能够可能你日日逼你打针啊，好唔高兴，但系谂下，咦，挨下，可能终于挨到我胜利喎，个疫情如愿咯，咁你咪又系值得高兴嘅事咯，系咪？成个国即系其他人，即系成个环境好唔掂，好唔开心。系呢一年兔年，系的确嘅，因为佢初开始嘅时候开始拉人啊嘛，三十五人，即系成年都系呢啲咁嘅坏消息。咁但系总算系过去啦，好似你睇最近咧系去到都冇得最衰。你话国安处嗰几百人点啊？佢哋而家开始就唔知揾咩做噶啦，其实系好惨嘅，系好惨嘅。咁佢可能提议喂拉鸠个伯啦，好唔好啊？拉鸠个伯啦咁。咁我话你听，我系新华社时代，我已经有 file 噶啦，我知噶嘛，系咪先？有人 keep 起我写嗰啲嘢噶，咩得几个人啫嘛？我新维斯个年代啊，死咗个马力啊，嗰个年代佢喺明报，我喺信报咁写政论啊，八十年代已经系流起咗噶啦，即系我啲 file 一早有咗 file， 如果要有事啊，早应该有事啊，咁而家冇事冇事冇事咯。出年有冇事啊？出年明天有冇事咧？明天嘅就算啦。成日讲嚟讲去，我唔明嘅。系做人你都啊，未知生焉知死，未能是人焉能是鬼？呢个孔子讲噶嘛。做人系做好今日嘅事，唔好睇明天，亦都唔好自己惊恐惧系最揾笨柒，害人害己嘅，系咪？比如你一年前过年几前走咗去英国，国安法未过，已经有人走咗啦，已经惊啦。未有送终啦，黄世泽都走咗啦，系咪？已经走咗啦，佢已经惊共产党清算佢啦。咁而家又如何咧？冇怕就系唔好睇得自己咁重要。我的意思唔系我系好重要，不过喺个历史场合里边，我一啲重要性都冇。无论我系吓继续噏嘢落去，或者我被灭声，都系一件小事嚟啫嘛。喺历史里边一个小事，反而喺我嚟讲系一件大事。咁既然你自己做人觉得自己重要一件大事，你咪做尽佢咯。做尽之后，胜利收工咯，系先吓？被灭声嘅一刻就系我胜利收工嘅一刻。好多谢大家，今日讲完啦，抌波钟抌够佢。